来，老师，听友吼，就问讲这个所谓的小黄瓜，小黄瓜呢，伊的镰孢菌呢，无算讲是不是有什么系统性的药可以灌进吼，片面伊一直扩散啊？不管讲是吼，诶，就是能不能推荐，是不是老师你都能讲一下？可能他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吼，因为最近小黄瓜价钱还是袂歹吼，即阵嘛若是有买到乡亲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价格不错吼，所以若是讲才会当休息时，大家总是想说能不能挽救一下？来，老师。目前吼，所以咱所看到的，讲实际上那是这个伊镰孢菌吼，这镰孢菌是一种土壤传播性的这个病害吼，所以呢，正经你若是要甲伊管吼，要管啥物管啥物药啊啦吼，还是啥物管的吼，这一般来讲呢，真的没有什么吼。无虾米款的一个较好用的一个这种这个用药，好在讲你是不是有呢？有虾米款来用吼？那效果呢？真好啊，是安怎较袂扩散？目前甲看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看到吼，看到较好的一个这个。看一个较好的一个用药啦吼，所以真济啦吼，就是讲，像伫花内底上严重的，比如讲像百合吼，百合伊这又无要食吼，无要食，咱用较济药啊，安尼你甲饲安尼吼，敢有啥物药啊会当讲甲灌灌的吼，即个许呢效果真好，其实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伊回归来讲吼，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用药吼，比如讲咱普通咱。西北动作话费，以咱的用户多年用咩补品哦？这种的一个药啊呢，去甲管哦，无多年哦，还是咩补品哦？这白癜病有时啊，咱会去用这类的这用药这种药啊在用的时阵哦，效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效哦。但是呢，你若是咧灌这个物件的时阵，甲加一撮啊咩打落，这个铜咩打落，还是铜药咩打落，拢不要紧哦，因为是一个。右边打热也可以的哈，那铜面打热也是给一个铜的来对哈，所以这个也可以。啊，这物件咧用吼，你得当就是一个小量哦，少量啊，维持一个这个维管束的这个畅通安尼哦所以呢，这有伊一个这个有一点点效果啦吼，但是你也知影伊一个有吼，这种是这氟沙仑哦，这镰孢菌来代这引起啊，镰孢菌引起吼。咱用这种药啊呢，事实上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有限。但是你看了细嘛，就有时候不太愿意的所以咱会去小家一个管结束了这个大概都很正常我个人其实理工其实是有，但小用解大概这一类的用药也是本来就比较是这个回归来的回归来的这个推荐用药所以呢。基本上咱的应用吼，大概是安尼吼。当然，这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要用这个药吼？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内达乐？内达乐跟镰孢菌一点毛关系都没有，但是它很奇怪，伊入去做物的这体来时阵，就比较容易维持维管束的这畅通吼。那么伫真侪这个药算研究的这报告内底，很少人专门针对这物件去用，但是。伫荷兰吼，不管去参观的时阵，那个即个欧吉桑吼，即个荷兰这一直甲咱强调吼，因为我第一个看到伊个水塔色水无啥共款，我去甲问问讲伊内底是毋是加啥物物件，爱着笑笑，啊，着比一个物件互我看，他也不讲吼，爱着比一个物件互我看哦，迄个物件呢就是这个，就是没打了哦，所以啊，尾啊咧讨论的时阵，伊着讲着讲伊这物件因为。因的观察是安怎？后来这足侪当的嘛，所以尾啊尾啊，伫这正回归的时阵，多多少少会给他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反正这一点点、一点点加在里面的时阵，这个效果会上来，这好个就一直起来，那这好个有起来，咱就看到伊的，当然你看到的就看到它的效果，所以这个的应用是安尼，就讲你维持这个，因为伊的链嘛，对吧？伊安尼向日向日哦。你啊得镰孢菌的时阵呢，做明显的得那种胃吊病啊，咱咧讲这胃吊病，以镰孢菌引起的这胃吊病，啊也兴起兴起，啊兴起兴起呢，你加减来用一撮，好像也有一点点一点点作用啦吼，不然一般来讲呢，
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效果啦吼、哦。所以呢，这熊咱的应用的时阵吼、哦，啊是这款的这经营啦吼，等于确实啊，你讲有啥咪特别的这个有效性的这药啊，吼、哦，大概是没有哦。所以有的讲吼、哦，去甲用这个普克利啦、非克利啦、吼、哦、普克拉蒙啦吼。哦啊，这种物件呢，这动物人咧用哦，这物件拢有人咧用哦，但是呢，效果很有限哦，这个效果真的很有限哦，所以目前来讲，伫有咧应用的大概就是就是多少用一点，但是就是不愿意放弃它而已啦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胡多宁还是讲咩普宁哦，大概记录也解解一二，但是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哦，就讲。这好个哦，卡波糖和你二哦，咱看不出来伊的一个啊比较有效的一个效果的嘞哈，所以大体上是安尼这情形哈，所以这当我当好朋友呢，小来这个做了解哈，这可以去用哈，可以去用，但是呢，这效果这确实是比较有限哈，这确实比较有限哈啊，你来试看买一下哈，因为我当时还是用嘞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啦哈，这目标就是讲。边啊吼，较袂一直摊开安尼呢，哦，比较不容易即个去摊开哦，大概是啊，即款的这情形吼，所以大概咱咧用吼，差不多拢是即款的情。啊，有个人会讲啊，我甲灌一寡啊，灌一寡即种迄吼，什么啊，即、這个变讲亚脱敏啊、克收心、哦，那个效果其实也都很有限啊、哦。但是就是讲，你也是单独咧灌，啊甲加一点点啊，即个迄吼。啊，变讲普克拉啦、三太芬啦、啊，吼，对这个有呢，这种物件吼，其实直接去灌的，这个涂骹底效果都不好。有人会去灌哦，普克拉还好，普克拉猛要克的这个啊，其他现在非克利这吼，这好像那个效果都很差哦，所以咱咧用呢，大概目前的是这个胡多宁哦，还是曼普宁、麦普宁吼，这种的这个药啊，加这个。哦，爱加一点爱加哦，你没有加一点点，一种啊，没达到你那个效果是不会出来的啊、哦，所以这个朋友需要做些了解啊、哦。嗯